舞台上，他们以精湛的表演将欢笑带去千家万户，舞台下他们用勤奋和努力不懈攀登艺术高峰。军营大舞台为您浓情奉献经典小品，亲情汇集军旅孝心，在无限欢乐中与您分享成功背后的励志故事。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孝心喜乐会》，精彩值得期待。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为您放送无限精彩与欢乐的军营大舞台《孝心喜乐会》，我是主持人月月，我是主持人周伟。哎呀，今天即将出场的这位啊，那可是我的老搭档了哈，来自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范雷。哎，范雷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快书相声演员，所以受到家庭的影响，小时候啊他就喜欢相声，喜欢表演。哎，1990年呢，范雷拜黄宏为师，并在老师的帮助下考入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又开始了专业的曲艺生涯，出演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多次在全国全军的相声小品比赛中获奖。在1998年的时候，范雷是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林永健、范明等人合作出演了小品《东西南北兵》，一起来欣赏。立定！我的个亲娘嘞！女兵练练的很刻苦啊，很刻苦。问题很严重，集合。立正，报数。一、二、三、四、五。很好啊，除了没来的都来了。准备凳子。发，坐。同志们，春节到了，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游书活动啊。今天来我们部队看望大家的是一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母亲慰问团呀！哎呀，我的妈呀！你是哪的？广东。你四川。你吉林。你河北。呀，我山东。好吧，同志们，这正是母亲慰问团送来此母情，东西南北兵热情来欢迎吗？呱唧呱唧。人还没来，你呱唧什么？连长，我们好激动啊！连长，我妈妈来不来？我妈呢？俺妈呢？我妈咪呢？都有可能来呀、啊，都有可能不来呀、啊。但是，不管是谁的母亲来，都是咱的娘啊！对，娘嘞。好像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啊？没有。有。虚惊一场。同志们，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各个连队都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竞争相当激烈。我们连最大的对手就是隔壁女兵连，所以今天召集你们几个骨干来，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呀，看看搞个什么项目才能扬长避短，把隔壁女兵连打成落花流水呀。我先讲了，新条令刚刚颁发。你坐下说。阿西，我建议把我们两个连队通通地拉到雪地里。我们是什么？强壮的男子汉呢？他们是什么？弱小的女孩子了。我们两个连队非常友好地站在雪地里，头顶大雪，面对寒风，从头到尾背条令，不能穿冬装，只能穿夏装，看谁把谁先冻僵。他这个建议怎么样？他这个建议忒好了，你现在就到雪地里站着去，站着去。还是我说吧，我认为啊，你也坐下说，坐下就坐下。要比，咱就比军事过硬。
咱是啥连队呀？硬骨头侦察连呐。啥叫硬骨头？就是不怕打呀。铁布三公都白练了。连长，嗯，你把俺们全连人都拉到操场上，当着母亲妹妹团的面脱层光脊的，让他们女兵过来打俺们，嫌手疼，一人发个扁担打吧。他们打，俺们坚持。对，他们再打，俺们再坚持。对，他们还打，俺们还坚持。对，直到把俺们打倒为止。哎，这不俺们输了吗？对，你是女兵连派来的探子，探子。同志们，你们出的啥子狗屁主意？我讲两句，我坐下讲。对待女同志要关心爱护，咋个关心？咋个爱护？现在连队伙食好得很嘛，我们应该杀猪宰羊，摆上几十桌，把隔壁女兵连的同志和母亲慰问团统统请到一起。走。不懂就是吃。连长做得很好，大鱼大肉，女同志怕胖，哪个敢吃？我敢吃。他们不吃，伟大的母亲吃。伟大的母亲不吃吗？我们吃嘛啊！哎呀，你吃我吃，大家吃，团结友爱，放开吃。过年嘛，搞啥子竞赛哟？总而言之一句话，吃。你这倒是啥破主意啊！你那个建议好啊，让人打来打去的干什么？我做这个不要摸，不要摸。好，我看新同志拿了个小本本记得很认真嘛。你有什么高见？说说。我对说说，那我就综合一下，忒好嘞，那就是雪地里挑零挑零背个桶，然后会餐吃大肉，吃饱了好到外边去挨揍。报告范连长，干什么？你们是？我们是隔壁女兵连的代表。哦，欢迎。你们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哎，别紧张，请讲。我们。小妹妹，大胆讲，不要被我们的阳刚之气所吓倒。别瞎说。俺们是嘞，挑战表。对，挑战。啊！挑战。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上级不是要求我们两个连队一起联欢吗？对呀、啊，我们连长决定和你们举行一场友谊歌咏比赛。站好了，本连长也有决定，我们男兵连和你们女兵连举行一场友谊拔河比赛。对，拔河。你们是男兵，我们是女兵，你们好不好意思？好意思。哎呀，不要吓唬小妹妹吗？二老子，咋的？你老发子老，你们力气大，我们力气小，咋个比嘛？那要以后打之后，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吧。俺们一个人，你们五个人。我们两个人，你们十个人。怎么五个人？你们二十三。对，什么二十三、二十五？连长啊，我们比赛做贸易好不啦？是贸易、嗯、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啊。那连长俺也不同意。你不同意不算数，让你们连长来，咱们拔河赛歌同时来。范连长不用叫，我来了。欢迎范连长、你好啊。田连长你好啊。范连长，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拔河赛歌一起来。不，光拔河不赛歌。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同志们，哎呀，小同志啊，你们连长没毛病吧？俺们连长没毛病。俺们连长不想拔河啊，可俺们连新来的队长这道院他想拔。
此话当真？军中无戏言。好，佩服你们胆大。行，佩服你们勇敢。赛场见。替新来的指导员上场。同志们，活动活动胳膊腿。是。你还罢喝，我看你这虎口里边发芽呀。我的腿，这都怎么了？怎么了？耶，好大一棵树！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孙指导员，俺们没说和你玩柔道啊。我们不玩柔道啊，我们跟你们拔河。对，拔河。同志们，本连长又有个新的决定了，我们还是和他们赛个吧。哎，队长。母亲慰问团来了，新娘嘞，你可来了，新娘嘞！哎呀，妈妈！妈妈！我过去。哎呀，谢谢妈妈。孙子都好吧？好好好。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过年好，母亲好。我的天，孩子们。但辛苦了，为人民服。多少年以前，我在电影《党的女儿》当中演过一个母亲。今天我在给战士的贺卡当中是这样写的：要听党的话，做人民的好儿女。我在平原游击队里扮演向阳子的妈妈。哎，子弟兵的孩子们，你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对妈妈们都是莫大的欣慰呀。我呀，是在电影《炮兵少校》中扮演苏宁的妈妈。我想说，在和平的年代里，更考验军人的本色，在平凡的岁月中，更显示出战士的忠诚。今儿晚上，在这亲人团聚、阖家欢乐的时刻，我们几位代表全国的母亲们，向解放军将士和武警部队的全体官兵们拜年了。拜年了！我们代表所有的子弟兵。向全国人民拜年了，敬礼！同志们，带你回新娘参观了。作为一名军旅孝星，范雷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军旅生活。嗯，范雷他自己也说，在拍完《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这些部队题材的电视剧之后，再也不想拍了，因为确实是太苦太累了。可当再拍完雷哥老范等地方题材的电视作品之后，才发现还是从骨子里喜欢军旅题材。在小品《水下除夕夜》当中，范雷和他的战友们讲述了潜艇兵在水下度过除夕之夜的故事，展示了海军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以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忠诚使命坚守岗位。好，接下来就请欣赏这段小品《水下除夕夜》。前进三，前进三，前进三，深度二六零，深度二六零，深度二六零，航向幺八零，航向幺八零，航向幺八零，进入休整航行状态，进入休整航行状态。水下之声开始广播。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拜年了，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
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两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分队长，都啥呀？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呐，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分队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开心不开心呢？开心。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不光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那就让他把你带走。那忒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畅想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那个，我先说，别吵吵，九堂先说。为什么呀？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退毛了。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再撒点盐，捅死鸡就出锅了。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挺好的呀。啪叽，掉土堆里了。这成驴打滚了。你还麻团呢你。一层到，我们想好了。我说。嘿，丁克。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至少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都有什么好吃的？有炒白菜、炒芹菜、炒菠菜、炒韭菜、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炒树叶都行。哎，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层到。你先说。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的，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饶不饶啊？你自己捡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就是。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对呀、啊，保密。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哎呀，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亲不成了。怎么了？漏了。哎呀，我说金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头到。我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回艇上坐坐。还没坐够啊？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好。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酒汤，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三汤，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六汤，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一汤，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是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亮图间，唐史文部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祖国之光在你边。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亲爱的海，我想你。哎，他放错了，你这。别吵！凭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反正不是厅长呀，咋不是厅长呢？这是我家庭厅长啊，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少儿不宜，你看分队长，快快快！哎呀，亲爱的。多鸟的是吧？厅上又没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亲爱的海，你好吗？好。你想我吗？想。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听。体会。亲爱的海。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你听。爸爸，爸爸，范队长，快答应啊！快答应啊！妈妈，哎，爸爸，哎。亲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深深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的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的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干的。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空间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航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
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解放军。一军不守，一军不守，深度二六零，深度二六零，航向幺八零，航向幺八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全速前进，全速前进。我们的潜艇兵在回家后的愿望是非常的简单，有的呢是想洗个热水澡，有的是想吃新鲜的蔬菜，而有的呀是想急着去见女朋友。在小品《回家》中，范雷扮演的小战士终于能回家过年了，可这次回家却不那么顺利，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送水。请进。谢谢大姐。啊，不客气。谢谢啊。啊，不客气。那什么，小兄弟，你看今天是大年三十，你打算什么时候退房啊？退房？嗯。我还不着急呢，可能过几天吧。那几天呀？大概三四五四五六七八天吧。那就破五了。那就破了五我就走了。那什么，小兄弟，你来坐下，坐下，我听你说。啊，你说。你看，俺们旅店吧，就你一个客人了。啊。经理说，你要是不走，俺们都不能放假。俺家是外地的，俺在这个地方当服务员，俺老公在这儿当保安，俺妈就俺这一个孩子，俺孩子就俺这一个妈。你说你要是不走，俺们就看你什么时候走啊。哦，是这样啊。那你要真觉得为难。那俺陪你过年？啊，不用，要不我现在就走。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是同事吧？啊，好。那大姐，我就走了。嗯。哦，对了。小兄弟，你走的时候啊，千万别跟俺经理说是俺撵你走的。哦，我不说，我就跟你经理说是我撵我走的。嗯啊。大姐，走也行，我有个条件。你说。你能跟我照个相吗？照相。啊。俺又不是个明星大腕，你跟俺照什么相？我照完相，我马上就走。那也不行嘛。哎，那我在这儿就再住两天。哎，不就是照张相吗？那照一个就照一个。真的？嗯。谢谢大姐。不客气。行，在什么地方照啊？床上。你有什么意思？坐在床边啊，这相机能自拍。啊，行，你照。谢谢大姐。不客气。大姐，你能乐一下吗？行。别动，10秒钟。啊，唱唱个唱起，啊唱着唱唱起唱起，啊这哎呀，哎呀，人家小两口亲热，咋叫我给撞上了？不对，好像是俺老婆。干啥呢？照相。照啥相？合影啊。合啥影？你知道你搂的是谁？他老婆。干啥呢？啊？保安同志，你误会了。哟，人赃俱获。啊，谁是赃？啊，他。啊，在十年前，你的一切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当兵的。啊，对，我是当兵的。军官证。我是士兵。兵证。啊，有。啊，这是我的兵证。假的，假的，肯定是假的。哪个地方假？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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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兵的他能有这么小的眼睛啊？那俺看你眼睛也不大的嘛。所以我没有当上兵嘛。不是，来人，站会儿，站等会儿。哪个部队的？保密。部队在哪？保密。你在部队干啥的？真的保密。假的，一问三不知，肯定是假的。不，我真是当兵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你和他。那怎么证明我不是假的？唱首情歌，当兵的都会唱，我给你起个头。国营的连队，国营的。国营的连队，国营的兵。国定的思想红彤彤，国定的子弹加热眼，国定的刺刀血染红。这个唱歌不在调上，肯定是个当兵的。我跟你说实话吧，半年前我爸妈离婚了，现在他们又有了自己的新家。那就有两个家了吗？那两个家我哪个也不想去。在这个城市里我已经无家可探了，所以我想在这儿住两天，等过了年我就回部队去。那你和俺老婆照相这啥意思吗？大哥，嗯，我们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嗯，每个战士探家都要照一张全家福，嗯，回来之后贴了班里的亲情栏上。嗯，我不想让战友们知道我家的事儿，部队上又忙，我不想让大家替我操心，所以我就想跟大姐照个相，我带回去告诉他们，她就是我妈。小弟，坐，来，小弟，走。哎，你咋不早说嘛？是这样啊。当然了，这个当兵的嘛，他不一定都是大眼睛。俺说人家就是个当兵的嘛。谢谢大哥，谢谢大姐。那我走了。哎，不走。嗯，照相。你和我照。真的？照相。哎，好。来，那不对吧？怎么？那我这还不到40岁呢，也不像是你爸妈。那俺才36，人家就更不信了。那又没说让你和人家照。哎，没关系。我跟你说，我部队战友们都不知道我爸妈长啥样。哎，等一下，有了，啊？就这么样了。行，来照相。哎呀，照相、不中不中，和一个人照不还是单亲家庭吗？要有爹有妈才是全家福。哎呀，你太年轻了，你也不像是他妈妈。你这没关系，大哥，我跟你说，我妈长得特显年轻，大姐长得特显老，所以我有个办法。老了吗？老真老了，确实老了。来，一起照。一、二、三，茄子。哎呀，大哥，大姐。谢谢你们，赶紧回家过年吧。大哥大姐，敬礼。敬礼。他就这么走了呀？这还没有走远吧？咱就让他这么走了。还没有走远。当了回爸妈，就得干点爸妈的事儿啊。那不是说了吗，他还没有走远吗？再把他追上，追回来，把他追回来，咱俩陪他一起过年。对，一起过。追。哎呀，回来了，小同志，回来了。哎呀，咱们在这儿一起过年。大哥大姐，指导员知道我家的事儿了，给我爸妈打了电话，我爸妈来找我来了。哎呀，太好了。
来了以后，来了咱们在一起啊！哎呦，还愣着干啥？接着父母去呀！走，咱们两家一起过年，走。哎，周伟，你和范雷是老搭档了，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呢？哎呀，我们俩搭档有二十几个年头了，从1990年的时候，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就是同窗校友，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过相声，还合作演了不少小品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三个准，三个准，不如这各派出所，进入岗位。走啥？你走啥去？走啥呢？你看看人家参加发射的，练得多热闹啊！咱们班就留下咱们俩留守，留守就留守呗，还得敲锣打鼓的欢送人家，这叫啥事儿呢？哎，大刘。俺是个新兵了，不让去就不去呗。那你是个老兵，咋还不让你去呢？我听说你为了这次发射连对象都吹了，有这事吗？要这么说你还算个名人呐。啥名人？周瑜啊。周瑜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走宪兵胆子，你话多吗？你说，人家不是关心你了吗？就是关心我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哦，我倒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要不你还猪八戒呢？你充其量就是个孙猴子，没事。啊，对对，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和对象吹了，这有啥呢嘛？就因为咱们集中训练几个月。我给他写信，这就不干了、啊。这就是说，他还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军人。他就是，当然了，我这些事情嘛，不算什么事情。咱们连有的同志家里父亲都去世了，人家不是还照样参加训练吗？那你干嘛老是愁眉苦脸的？我问你，当兵是干啥的？我看。这回这个导弹发射任务一公布，同志们哪一个不是摩拳擦掌呀？把咱俩留下来，留守，这是啥事儿嘛？这是啥事儿？我呢，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啊！我不就是吗？啊，确定人员那几天，正好赶上我发烧闹肚子。小赵。这老同志就不得不帮助帮助你了啊！记住，以后在关键时候千万不敢随便拉稀啊！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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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大姑，刘大虎找球啊！到，你们两个刘寿兵联系巧罗大姑怎么样了？班长啊，报告班长，正在练习。对，正在练习。哦，正在练习啊！那太好了，我检查检查啊！听口令，进入后卫。干什么呀，班长？你是参加发射的，俺是敲锣打鼓的，你老把俺弄得跟真的样子。那个敲锣打鼓也是正规训练。听口令，刘大虎同志，到，为一号操作手，你的任务是打小军鼓。是。新兵赵小娃，到，为二号操作手，你的任务是打大军鼓。啊？服从命令。是。嗯。这个茶嘛，暂时就我负责了啊。哼，我是那个零号操作手，担任指挥员，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开始啊！枪起！你们两个这个枪那个部队能走起来吗？那不全扭起秧歌来了吗？我这个意思嘛，你们这个六兽兵看这个发射部队要走了。你们是一种什么心情啊？把这个心情要敲出来嘛。班长，把欢送你们的心情敲出来。哎，对了对了，再来了啊。行，起步走。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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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吃啊嘛吃发射，留下我们两个打鼓又敲锣。听，我说你们两个想把我送哪儿去？这是站好了，我看出来了，你们是诚心呀，这么多天连个点都没想好吗？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出发，那还有脸吗？当然是解放军进行曲，梆梆梆梆梆梆，这多带劲啊！站好了，进入号位。是，进入号位。预备，梆梆梆梆梆。停！捡起来，捡起来！你看看，连村带村全掉了，你看看啊！刘大虎，赵小娃，咱们那个导弹部队口号是什么呀？守战勇我，勇我必胜。还有呢？守法明忠。万无一失。对呀、啊，你们这个手法都没有命中。刘大虎，走，你这个底线怎么打的？是班长，敲锣打鼓没有不发射，你真老爱把我发射就弄到一块儿，真烦。我说你这个情绪还不小呢啊！那个就是有情绪。你什么情绪呢？班长，我问你，嗯，那这回参加发射，同志们都起了，为啥不叫我起？那你自己不会找找原因啊？哎呀，班长，十八次考核，我十七次优秀呀。那那一次呢？就一回良好。就一回良好。那一次还少啊？咱们是高科技部队，要求的是万无一失，一次也不允许。你还闹情绪了呢？你给我进入情况，站好了，站好了。还有你，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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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表情。臭美苦脸的给谁看呢？你看你的发射部队要走了，你得高兴啊，你脸上你得笑啊，嘴角翘一翘，眼睛睁大点，笑啊笑啊。老张，你这个笑别哭还难看了啊。我笑不出来。你怎么了呢？俺和俺老乡一起来当个兵，人家都去参加发射了，俺算啥？头回就当留守兵。你这个小同志啊，说话还一都是你说的。我说什么了？我没参战的兵，顶多是个合格的老百姓。哎，你当咱是啥呢？咱本来就说合格老百姓。哎，你都那么说啊，小赵啊，留守那就是参战，咱们导弹部队就是前人一杆枪，是败人一发弹，总不能成千上百的人上阵地上摁电钮去吧？别看你现在留守啊，可你随时还得准备上去了。班长，嗯，你戴着柳条帽，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啊，大实话，大实话，你咋能说班长站着说话不腰疼呢？那咋说？我应该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刘大虎，走，你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让你留守你就留守，军人嘛，服从命令。服从命令，那要让你留守。你是个啥滋味？好，我今天跟你们两个说实话吧啊！刚刚接到连长通知，我和你们两个一块留守。啊？一块留守？啊？真的？我还骗你们干什么呢？那是班长，你为了参加这次发射，连军校都没去啊！别提班长，班长，班长。你这服役期马上就满，你这回再不去，你哪还有机会吗？就是，正是因为机会难得呀，我才跟连里边建议把我换下来，让那个三班副班长去了。这事情还有让的呢？就是啊，反正论水平、论技术、论业务，你和三班副你俩是旗鼓相当呀。哎呀，可他比我年轻啊，他能多干几年呀？让他去参加发射，这不是给部队多保存一个技术骨干？对不对呀、啊，小赵啊，那我还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不是了。那我还是不是？班长，啥也别说，我给他打大鼓。好，那小赵到，你就打小鼓。是，咱们今天来这一个实弹训练，把这个大锣鼓啊，就当成是导弹发射了。祝愿我们的导弹。飞行正常，发射成功。是，进入号位。进入号位。准备操作。
操作准备，预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两摇。和大家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下期将走进我们军营大舞台孝星喜乐会的是一位曾在军旅的孝星，他们是谁呢？我们下周为您揭晓。舞台上他们以精湛的表演将欢笑带去千家万户，舞台下他们用勤奋和努力不懈攀登艺术高峰。军营大舞台为您浓情奉献经典小品，倾情汇集军旅孝星，在无限欢乐中与您分享成功背后的励志故事。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孝星喜乐会，精彩值得期待。